恁心情会介意着伊，我甘愿为着伊生囝。亲妈，我已经有心了，千万唔通相信这个查某一面之词。第一，伊是不是有心啊？佫唔知影。杜子光伊真是有心，那个钱囡仔老爸到底是啥？佫唔知影。林安啊，你唔免伫咧大家面头前假可怜。我嘛知影，今仔在场的人拢伫咧同情你。好，我就甲你赌一遍，你马上跟我去便宜做 DNA 的比对。比对的结果，这个囡仔若真实是冰村的，我就予伊对你。负责到底。各位，我是黄冰村先生的后生。虽然讲今仔日阮妈妈已经甲伊离婚啊，也毋过我也是黄家的子孙。我甲阮妈妈今仔日来跳出来挺林小姐，是因为黄总裁一寡所作所为，阮母仔囝实在是看袂落。加上林安娜小姐，伊原本的人品就真单纯，都对加拿大留学转来。我因为好意，所以我介绍伊入去侨联做黄总裁的秘书。只是我想袂到，最后我却颠倒去害着伊。我害伊，让黄总裁走脱去。啊，若讲黄总裁是安怎甲伊骗到手，这点我也是请受害者伊家己亲身来说明。各位，表面上看起来我真歹，是一个迫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也毋过，你敢知黄冰村总裁是安怎骗我？本来我是一直顾虑伊的面子，要保护伊的名声，所以就算阁甲我拍死，我嘛无愿意甲真相讲出来。我感觉我甲你受委屈。林小姐，请你讲重点好无？对啦，重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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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拄仔为加拿大留学倒来，我伫咧台湾，熟悉的朋友根本无几个。黄志良先生，伊真好心，甲我介绍入去侨联集团做总裁的秘书。黄总裁伊伫咧熟悉我了后，伊对我真照顾，伊嘛渐渐甲我讲出伊的心内话。伊讲伊甲伊大某早都拢无感情，而且伊的大某嘛得着灵感，可能真紧就会死啊。而且黄总裁佫讲，可能伊的细姨因为出身无好，所以对男女的观念比较较随便，真有可能早就伫伊的背后对伊做出不忠的代志啊！你们后面人讲，各位，我敢照抓，我从来都唔捌对伊讲过这款话。阿冰川啊！我是绝对相信讲，你为着要骗查某囡仔，讲出这番话啦。你的善意是不是有对你不忠？你外口有查某仔，我唔知啊。也唔过，我是绝对无得到姻缘哦。好啦，两位，请你先卖吵，先让林小姐好好把话讲完。也搁讲，伊真紧。就要拆破伊细姨的见笑台，然后把伊赶出门，到时阵就要把我带入门啊！我嘛必须要大爱承认，黄总裁，这种成功男人的魅力，确确实实吸引着我，所以我嘛真紧，真心真意的介意着伊，我甘愿为着伊生囝，亲妈。我已经有心了。林小姐，你讲你有心啊？那安尼敢会当请问你，你即摆已经有心几个月啊？差不多两个月。黄总裁，那请问你要处理林小姐，我都来迎啊。
林小姐，首先我请你唔通甘愧无天。我昂晒甲你头来暗去，我知影了，我是真生气。也毋过我绝对相信我昂晒林家，伊绝对袂为着要欺骗你的感情，就讲出遐毋是人讲的话。我嘛请各位记者朋友，千万唔通相信这个查某一面之词。第一，伊是毋是有心，咱阁毋知影。就只讲伊真是有心，那这囡仔老爸到底是啥，阁毋知影嘞？吴太太，我嘛有见过吴总裁妈妈，也都是巧联集团的头家嘛。伊有答应过我，只要我确定我腹肚内底的囡仔是吴总裁，伊就答应我要让我入吴家的大门。我嘛有讲过，为着吴总裁。为着我抱倒来这个囡仔，我甘愿做细伊，所以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你就当作是可怜我，甲我抱倒来这个囡仔，我拜托你，莫咧处处为难我，打我好不？林安娜，你莫讲白痴好不？高辉。当年就是翁美华甲翁冰春两个人伫外口偷来暗地，所以不到最后嘛是有心啊啦。迄当阵我嘛是真生气呢，也毋过我嘛是因为可怜你，我就答应予你做翁冰春的细姨。我希望你今仔日嘛会当赶快将心比心，赶快用慈悲心来对待林小姐好。是翁太太，既然超联集团的头家嘛都已经答应要林小姐做翁家的细姨，那呢你是毋是会当考虑接受林小姐嘞？我就讲过啊，伊巴肚内囡仔，真有可能不是我昂生的啊。那恁先问吴太太，她说讲林小姐甲吴总裁 DNA 比对了后，确定林小姐巴肚内骨瘤是恁吴家的。那呢，吴总裁是不是应该对林小姐甲伊巴肚内骨瘤负责到底？吴太太，我求你。那是我甲吴总裁做 DNA 比对了后，确定我腹肚内底囡仔毋是吴总裁，我答应你，我绝对袂去交了你。甚至讲，你若要坚持跟我妨害家庭，我嘛无话讲。也毋过，那是我腹肚内底囡仔确定是吴总裁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让吴总裁对我母仔囝负责到底，好不好？是杨太太。林小姐，伊既然都已经安尼讲啊，拄则大家嘛学了，吴总裁是一个有气魄、有担当的查甫人，敢毋是的？吴太太，好啊啦，林安娜，你毋免伫咧大家面头前假可怜。我嘛知影今仔在场的人，拢伫咧同情你。好。我就跟你赌一遍，你马上跟我去便宜做 DNA 的比对，比对的结果，这个囡仔若真实是冰村的，我就让伊对你。杨太太。